哎，这都……哎，侯爷，侯爷这是喝了多少啊？别问了，先送过去吧。哎呀，侯爷，哎呀，快走，走。哎，等等等等，你去哪儿啊？喝白玉判啊。嗯，你看侯爷都喝成这样了，回什么白玉判？啊，大人英明。走，西瓜院，往这边走，走。 这个扇子真好看，是啊，你看，这光泽，这个颜色，嗯嗯。侯爷，侯爷，这是怎么了？夫人不必担心，侯爷与几位同僚喝酒，稍微有些过量，睡一下就好了。可是，怎么送到这儿来了？侯爷都喝成这样了，我们就觉得肯定得让夫人照顾一下吧。今天也就麻烦夫人了。哎，夫人，那我们就先走了。 喂，夫人，那我就先走了。喂，夫人，那我就烧热水。我去劈柴。东七个湖泊。侯爷。你别，侯爷，我。啊，早上去吧，去那边。哎。 自己是个侯爷，快点！人呢？快点！哎呀，侯爷来了。 是你说要新泡的龙井啊！好好好，我给你吃，我给你吃吃。哎，哎呀，侯爷，你先躺好。好，好，好，睡觉，睡觉。
侯爷。 是在床边的呀，我不记得了。发生什么事了吗？想不认账啊？啊！我有逾矩之处，侯爷我逗你玩呢。